据外国媒体报道，美国知名女歌手20座格莱美奖奖杯得主的 Beyonce 首次公开了5个月大龙凤胎儿女的真容。据悉 ，Beyonce 曾在5个月前产下一对龙凤胎，并为两个孩子取名为 Lumi 和 Circuit， 但她从未分享过这对双胞胎的一张照片。本周六 ，Beyonce 和丈夫 Jay-Z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座豪宅里度假，并享受着温暖的天气时，这对双胞胎的正面照首度被曝光了。这位36岁的美国天后看上去就像是一位骄傲的母亲，她身着一件花色套装，完全符合着热带的环境氛围。一件蓝色的衬衫系在她的腰上，她怀抱着她的小男孩，向他微笑着。Sir 穿着白色的上衣和袜子，看上去很高兴。这个男孩已经有了大量的头发，而他的同胞妹妹 Lumi 也穿着白色连衣裙，头发上戴着白色蝴蝶结。Beyonce 的母亲 Dina 诺尔斯正抱着她。Beyonce 母女二人在迈阿密的豪宅里进进出出。与此同时，丈夫 Jay-Z 也穿着一件白色 T 恤，他微笑着离开了，看起来心情非常愉悦。而在此之前 ，Beyonce 和丈夫 Jay-Z 曾育有一个女儿布鲁艾薇卡特。此次两人的大女儿也大方出镜，蓝色妹身穿粉白连衣裤，扎着麻花辫，看起来也非常开心。